来看到选情方面的消息，今仔日是年底选举登记的第二天，选举连任的江宜市长涂新提上午九点，由太太郑玉官以及多位台湾队市议员参选人，陪同到选委会完成登记。因为八二三的超大豪雨，江宜市比较于其他县市来讲，灾情算是较轻。涂新提甲众人拿着手举牌，向选民来诉求有感政策。涂新提信心满满的表示，除了连任市长，也要赢出议会过半席次。嘉义市长涂省铁上午九点看到太太郑玉官，迎入去嘉义市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连任，含伊组成台湾队的市议员参选人，穿着青花装做势，展现家母带家仔囝的气势。即届黄敏惠消息咧，两名竞争对手选在头一天登记，涂省铁含竞选干部讨论，无想要含两人抢榜。选择今日登记，伊讲八二八花又花是好彩头，也讲伊无爱评论两个女人的战争，或者是国民党的风暴。伊持续做好市政，才是王道。啊，我们民主进步党这一次也推出八个候选人，希望他们也都能够全上。那不止这样子，我们其实是有台湾队，所以。不只是这八个，我们需要我们台湾队的所有的议员全部都能够当选，过半当选，也希望我能够得到过半的选票，所以我们现在八 two 八八二八了，那个 two 就是 doctor two 的意思了哈，是八二八哈，所以这个是八又八花又花哈，我们希望能够连任成功。那今天我们是来登记，啊，今天开始我们就比较正式的进入选举的一个步调。那希望各位媒体朋友继续能够帮我们报道，那跟我们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六位穿着青花装被涂省铁登记的市议员参选人，分别是东区黄英智、林景伟，西区蔡文孝、苏德芳、黄大友、柯明队。涂省铁完成登记后，在台湾队成员以及支持者陪同下，游行市区主要路段，向市民报告已经完成登记。车队最后转移到邮政路竞选总部。新闻新闻台的瞬间，市采访报道。